2019年1月20日，广州电影新喜剧之王路演现场，张柏芝、周星驰、王宝强及新任星女郎鄂静雯现身。柳飘飘、张柏芝刚产下三胎小王子，还抽空为新喜剧之王友情献声，足可见跟星爷的关系20年不变。两人在现场热拥秀友情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在电影中。张柏芝可以说是周星驰众多女星中最欣赏的女演员啦。如果两人真的能再次牵手合作，想必观众们一定会大饱眼福。王宝强和张柏芝另类演绎河北加粤语的方言版《我养你啊》片段引起爆笑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